有人在吗？我是 Veronica 贝尔上尉，我的信号可以用了，需要立即支援。听到，请回答。有人听到的话，你在地下九楼，就在车站。
么小众。我一直想到下面一层去找我的队员，但是这个架子锁得死死的。欢迎，允许通过。哼，你的手气真是有用。大飞虫，注意！来了一堆敌人，他们的数量就这么多吗？什么都看不到，你先走。总狙击手，该死的混蛋！他们是我手下，结果全被大飞虫抓走了。现在我有自己看公文。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？不想跟我说吗？没关系，人总是有秘密。还没结束吧？傻子，大飞要说好好封住。啊！那，我去拿刀啊！杨主任，十二点方向，十二点。酒楼吗？我应该需要一些支援。欢迎，允许通过。听到了吗？是大飞虫，就在这城下面。天哪，他们也上来了，从该死的通风口上来了。快退！不、啊！犯罪不会有好下场，请三思。我的朋友死了，快跑回去吧！这个人物的。
是你？我还以为……算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进去，快！往这里，保持安静。不知哪个笨蛋轰炸通道上面的建筑，结果惊醒了整个巢穴。下面那边，那是中控电脑，就是负责管理都市里所有系统的电脑人工智慧。我的任务，应该是我们的任务，就是保护中控电脑的资料。问题是，从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去，就是直接穿过巢穴。一个人去跟自杀没两样，我以为会有更多支援，不过应该只有你一个吧。空降后你就一直在地面上孤军奋战，要不是你整晚都躲在座舱里，就是你很有两下子。露两手吧。小子，在这里，通过门。我们得跳下去。啊！是不对的。哦，小心！我等等，等等。
别攻击，我在其他任务看过他们，只是没像这次距离这么近。看来他们不是囚犯就是奴隶，反正他们跟我们一样讨厌星盟。我在隧道看到这一只，看他存取通讯线路、保存摄影机、交通控制，几乎无所不能。原来最后他躲在这里。欧尼称他们为工程师，认为他们是某种生化超级电脑。没猜错的话，这家伙应该已经将中控电脑的资料下载到自己身上了。所有我们想要知道关于星盟的情报，包括他们在这城市底下要找什么东西，全都在这里面。可恶，那些畜生发布警报了。我们要出来了，来，没时间解释了，拜托，千万不要攻击任何有触角的物体。好了，快出来就是了。那些鬼面兽来这里的目标是工程师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摧毁他。你躲到我后面，知道吗？找光啊！
是出口，快通过门。关于这个目标物，有空跟我详细说明一下吗？现在不是时候吧。门锁住了，可恶！别紧张，我们有钥匙。这东西我今天看到一大堆，为什么就这个那么重要啊？这个工程师知道新闻在找什么，可以的话能救几个算几个，他们握有扭转战局的关键情报。哦，你有杀过这些东西吗？没有。好吧，可能有一两个。真有你啊。我怎么会知道？真会杀啊。电梯啊，快来。